色就比较稍微那个一点了、啊。你看那个哦，脸啊肉都跑出来了。你的便当多少钱？你给我。我的便当大概都是120、120。120。对。对不起，我们吃的比你便宜。100块啦，没有150的啦。哎呀，你假币，你这比假啊！你吃的比我们好了。我请问主机长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台铁的便当一个多少钱？台铁的便当哦，一个大概便当，台铁便当有那个比较贵的，据我知道也有150块。也有大概没有啦，我们财委会每天在吃的，我贷款了，我台北便当，哦，台北便当，我还干不死，我这里在吗？我贷款你给小啊？嗯，你不讲？哎，我没有啊，你们委员吃的比我们不会吃的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讲我怎么了？你那个便当是好不会的？来来来来来，主席长，你讲我这台北，你讲便当我几斤？请问你，你的便当多少钱？你给我。我的便当大概都是120、120哦。对不起，我们吃的比你便宜。公布答案，我们猜委会是100块，全部100块啦，没有150的啦。哎呀，你假币，你这比假啊！可见你吃的比我们好了，所以你吃的就比较稍微那个一点啦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哦，脸啊肉都跑出来了，都是啊，那85块啊，那82块，我吃八了，我看不。猜委会的委员越讲越善，你敢不可能？